正宗的酱香猪肘，这是我们农户散养黑猪，十只猪仔取出猪肘，再加入大骨熬制的浓汁，才能做出这一代的酱香猪肘。我们的猪肘酥烂软绵不腻。这猪肘看起来真不错呀，买回了咱打开看看。哎妈呀，这色儿怎么瞅这么奇怪呢？先看配料表哈，配料表第一位猪皮，然后是猪肉，然后是鸡肉。啊，这不是猪肘吗？为什么里面会有鸡肉呢？前面配料表看起来很正常啊，后面这添加剂属实不少啊。咱先打一尝尝味道。哎妈呀，为什么这么红呢？它这个色儿红的有点变态了，闻起来好腥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啥呀？这不猪皮吗？不是，你这是人造猪肘的呀，我可知道它里面为啥有鸡肉了。这里面不就是香肠吗？这哪是猪肉啊？鸡肉、猪肉还有淀粉的混合物，然后它给我裹了个猪皮。你这猪肘做的太有意思了，尝尝味道怎么样啊？大家看看，哎，啊，这不就是香肠吗？哎呀妈，我还没吃呢，老重的香精味了。这就是香肠啊，根本就不能叫猪肘的。而且它这个香肠吃起来还特别腥啊，而且还放了这么多色素，红的都吓人。看包装上写的确实是酱香肘花，而且上面还写的老汤酱卤。这商家真是妥妥的虚假宣传啊，不推荐。